热胀冷缩。阳光照了就会打断，那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怎么会存在？因为它都照在阳光下。好哎、欸。对，可是这事实上不会存在。为什么植物可以做这个事情？它照了阳光，它可以把CO2给打断。就是它有叶绿体。叶绿体为什么可以打断？哦，它专门在做这种事情，它天生就会。对，它天生就会，但是它怎么做？想看。用什么电子？用什么？折射。折射什么意思？因为折射有折，在就把折断了。好，简单来讲，跟解离类似。跟解离类似啊，只是它不用水。是让它跟一些像我们一般来讲吃东西进去肚子里面怎么去消化？消化液。消化液怎么去消化？溶解它，把东西拿走。怎么溶解它？怎么去拿走？用别的东西来一下，看它反应。用别的东西来反应嘛，像这酵素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它就是吃进去之后呢，我要分解它，我就必须拿一个套筒，套上去，我这样不要让它折断了。对，我有东西套上去，我折的时候比较容易折嘛。比如假设这个积木跟这个积木叠得很好，你用手掰不断，你怎么掰断它？用机器。我说那个苹果棋，那个一只棋插进去就分开了。对不对？你要用工具嘛，在这植物里面的工具就是类似像酵素或者镁或者其他的，有些化学反应它就有留出个官能基，这官能基可以跟它结合，另外一个可以跟它结合，一结合就把折断了，它可以比较容易把它折断，折断它我就得到碳跟得到氧，我就可以拿去做反应，反应组合成我要的葡萄糖。好，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的 CO2 本身。这样的一个反应，我们要打断的这东西是什么？它会有能量，借元素跟元素之间的组合，这东西叫做，这个东西的能量是什么？键能。键能，是键结本身的能量，或者是说，键能，或者是说这东西实际上是化学能。对的。化学能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啊、哦。我把氢、把碳、氧打断，把氢、氧打断，组合成葡萄糖。这过程当中是需要消耗能量，还是需要得到能量，还是可以产生能量？产生，需要得到能量。是我能量会放在这边，我这样写这样的意思吗？啊，我知道。就这两个东西要加上能量，才能产生葡萄糖跟水。没错。还是我的能量，这两个组合的葡萄糖过程当中，顺便产生能量。顺便产生能量。可他们也需要能量，所以这两个都有能量。没错。好，那这个E1比较大，是E2比较大。E2。E1。好，E2。对。E2。E2。E2比较大，是E1比较大。E1。同学。E1。我再给他多一点能量，产生葡萄糖，给一点点能量，还加一点能量，我就可以产生葡萄糖，跟很多能量。好，应该是E1比较大。E1比较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太阳能比较大。OK。因为它先给能量嘛，它给太阳能，太阳能要给它能量，它才能做这件事情。简单来讲，这过程当中它在储存能量，它把能量储存在哪里？花。它把这过程能量储存在哪里？植物。植物的什么？叶子。哎，你要讲叶子给，就是里面有来讲嘛，看不到叶子，就是化学方程式里面看不到叶子吧？没错。它把能量储存在哪里？空气中。葡萄糖。它储存在葡萄糖的键能里面，它把我的能量打断它，像需要消耗能量就在这里嘛，打断它需要消耗能量，但是我把这能量组合成葡萄糖的时候，我可以把这能量储存起来，我这个储存更多能量，我可以把能量储存起来，储存起来，第一个我的葡萄糖再转换成淀粉，转换成纤维，啊，像这个树里面都有一些纤维，这纤维都是糖类所组成的哦。糖类可以组成长链，我们讲蛋白质可以组成长链，对不对？蛋白质长链我们最常看到什么东西？蛋白质的长链，你们看过最平常最常看到蛋白质的长链是什么？肌肉。肌肉不够长。鸡蛋。鸡蛋不够长。鸡蛋是很长，但看不清楚那个长的感觉。蛋白质组成长的东西。豆浆。豆浆你也看不到长链，你有看到豆浆很长吗？你这个里面豆这杯豆浆里面很长哦。看得到的。肌肉吗？不是啊，肌肉很长吗？肌肉的肌肉丝很长吗？我看到的很长，可以到几公尺哦。
血管。不是。血管你看啊？不是。臭水沟。不是。你们都看到，日常生活就看到，你如果看不到。树。树的纤维基本上看不到那个纤维啊，我说蛋白质纤维，然后很长很长，蛋白质纤维。怎么可能啊？头发是蛋白质，但头发不够长，比头发还更长。我讲出来吓死你们！身体可以产生出来的。某些生物的身体可以产生出来。等一下，蚕宝宝。对，蚕宝宝的蚕丝啊，哦，或者是蜘蛛丝啊。哦。这就是蛋白质啊，它可以很长吧？基本上蜘蛛丝，你看可以从这棵树荡到那棵树，至少可以拉个二三十公尺啊。它是怎么荡的树？我不是很了解。它就是先放出来之后，它是风吹。那是一种说法。风吹，那就。连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了。那是一种。如果没有风啊，人整天掉在这里。它就肯掉地上去。然后。然后它就用爬的、啊，再爬到树上去，掉下来，再风吹。那它如果从地上呢，爬过去，它就不用再掉下来了。它就连到了。没有，你的丝会连到别的地方就拉不上去了。你的丝会变成，比如从那个树对不对？你本来想在这两个树中间结个网子，结果你这样子荡下来之后，你如果风吹不过去，你荡下来。你这丝就变这样子上去了，请问这边还是粘起来？没有哦，它可以让丝收缩。啊，这丝不会粘到东西哦。它可以控制粘到哪？对啊，那有些丝会粘到东西，有些丝不会粘到东西，它产生分泌物去把那个丝包起来，那个丝有粘性或没有粘性。或许你讲也是有可能。不然的话，像这种没风的地方，它怎么可能容易拉上面？那是容易断掉吧？容易断掉什么意思？你说哦，有可能啊，他可能，我就觉得他这样从这棵树爬下来，爬到一棵树去，把它再拿整个收回去，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做不到。我们只能说他脚力很好，我觉得他很厉害。跳过去是有的，有些蜘蛛他会看状况，他是跳得过去的。如果树很近，他是跳得过去的。真的、啊？对，有些蜘蛛跳得过去。天。跳蛛不产丝，跳蛛很少产丝，跳蛛一点点而已。跳蛛。跳出它，这条蛛没有丝吧？它是一点点有，它有丝，但是它必要的时候才产生丝，它本身没有很多产丝的功能，它不结网的。对啊。但是它有点点丝啊，它有点丝，因为它跳出去，你看它，就垂到地上去嘛。拉牙的。拉牙也是会有一点点丝，拉牙基本上是不产丝的。哦，拉牙超恶心的。OK。拉牙蛋白质跟糖类哈，蛋白质跟糖类其实上是很类似的东西。糖类是由植物产生的，蛋白质主要是由动物产生的。植物上也有蛋白质的，啊，植物有蛋白质，但是人类基本上只有蛋白质，没有糖类，不会产生糖类。好，那这两个东西都可以产生纤维状的，都可以产生长链，但是蛋白质的长链更长，这个糖的长链没有办法像蛋白质那么长，而且蛋白质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蛋白质是它也变成很硬很硬的东西。它可以变得非常坚韧，像头发就很坚韧。那是煮熟的蛋，煮熟的蛋也是非常坚韧，咬起来就非常有嚼劲。肾结石？结石不是，结石不是这个嘛？结石不是糖。是个人。啊、对。肾结石是个人。有别人说肾结石。的艺名。真的假的？他是玩根的成员。好 ，OK， 好。动动就找人告白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把能量储存在化学层里面、化学键里面、键结里面，啊，这是一种化学能。所以我们那天讲说，这个能量有机械能，对，在这边我们产生的一些机械能去发电，啊，有些是化学能，化学能就是存在键结里面，就是化学能，对不对？在物理界里面来讲，我们讲的是位能或动能，动能或位能，那是另外一个表现哈。动能跟位能，好，地球上基本上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。我们可以举个例，太阳的能量到地球转换成动能的有哪些？陨石撞地球，那跟太阳没有关系吧？太阳风，所以风吹到地球，你有感觉？把陨石吹过来？哦，应该不是吧？耶，阳光你就我知道。不知道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，这是太阳。我先睡一个觉。啊，这是太阳，然后你在这，然后地球在这，然后陨石就被它吸，然后到这以后发现引力又被它吸拿下来。
OK， 前面讲这不是不可能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这跟核能、太阳能、核能没有关系。啊，个，但是你做的是我刚讲的太阳能啊。能啊。太阳的地心能。这来讲，你简单可以说是太阳的重力位能。太阳的重力位能改变它，让它产生动能。那我今天讲的是太阳能，太阳能是指的是太阳因为核融合产生的能量，到地球转换成动能有什么？刚自己讲一个是说。再讲一遍。你这个太阳下面，一段时间你就开始慢慢的。哎、欸，特殊的东西吧，不会是人类吧？不会是人类在太阳下就融化吧？人会被烧成。好，太阳。人会变成史莱姆状。太阳的热能让地球的水蒸发变成云雾，飘飘飘飘飘到山上掉下来，掉下来之后它变成雪或者冰块。太阳一晒融化流下来，这是不是动能？是。啊，这是动能吗？啊，这是水力发电嘛？我可以把这变成水力发电的部分了哈。好，太阳的核能在地球转换成位能的有什么？位能？你刚刚讲的高速吧？哦，我刚刚讲也是这个，因为当云蒸发了变成云，也是位能，那云也是有位能的，所以云可是掉下来的云转换成动能，我们要没办法利用这个动能。对不对？水到天空去掉下来变成下雨的时候，这水的动能我们是应用是利用不到的。哦，可以运用到。怎么运用？哎，应该说带上去的位，这个增加位能可以运用到，你会让它带走热。OK， 然后嘞？是这样吗 ？OK， 好，陈毅的说法是说它可以带走热，这么可以运用到？它可以带走热。可是是因为它带走热的原因是因为吸收太阳能吗？对啊，啊、哦、不对啊，可是有可能对啊，它也会吸收到太阳能啊。对，它吸收太阳能带走热。它可能不是因为吸收太阳能就带走热。OK， 它会带走太阳能。OK， 我觉得有点矛盾的地方是，我到底是这样是运用太阳能来做事情，还是说我本来就不要这个太阳能，我只是利用水把这个太阳能给做一个。啊，没关系。比如我在这个房间里面觉得很热，那因为这太阳能太多了，我不要这太阳能，所以用水去吸收那个太阳能，然后我就进到室内里面来，对吧？对啊。所以我应该不是利用太阳能来做事情，而是我那时候不需要那个太阳能。哦。对吧？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。冰原哦，一直睡。